其实刘赞这个讲出牌谨慎的话很强很强，这个人是因为菜啊，要是这个刘赞会玩的话，我觉得起来赢了，再过一盘。
现在先过个牌吧。好，别变红啊！好，这牌拿的心里稍微有底一点。我是劣势，我很难打。我怕是要死的。这注意一下，啊，那这个牌可能只能重注啊。把负一码现在就拆了吧，要不，要不留着拆加一吧。我要么现在拆负一，我要么留着拆加一。闪闪闪，虚了虚了，你太强了，谁搞得过你？对吧，孙权？谁是你的对手？他妈的，开局一张杀，我这吓唬谁呀、啊？真的是啊，开局，我操，游戏啊，孙权。孙权在骚鸡巴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先这样，再这样，拆不了了，没办法了。本来南蛮可以四无懈的，但是我想让自己摸牌摸多一点，然后这样这个四就可以转换，然后再可以上负一嘛，然后再可以上这个方片转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飞天了，要飞天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时候再看蓝蛮再上八卦阵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我这张杀怕是不能出吧，啊，不出不出不出，我刚刚是不是掉过血啊？哦，链子没结啊，可以出其实，但是不出啊，
不出还是不出，防防防啊防，我他妈的很那个，知道吧？很危险，防防先防一手啊，防各种留手里没坏处。好，我跳了，我肯定要跳红桃吧，因为我可能摸桃。好，这有点问题啊，这稍微有点问题，这稍微有点问题啊。他应该是，算了，不立 flag， 不立 flag， 我得大得很。刘三你就出不了牌，来了，快判八卦，好帅，但是把我桃子判走了，借刀杀人也可以打了，太好了。好，这一波一个字好，能不能转换？好像没有八点手里，那我只能哎，算了，先打借刀吧。哇，这个不错哎。好，然后再过一张牌吧。好。好极了，然后开始炸弹秀。这过不了牌了吗？九点，没事，我跟你说这个牌稳。好，我先丢牌啊，先丢牌。这个牌稳的一匹。我操，不愧是孙权啊。不愧是孙权，瞬间把劣势打回来。好。我一张牌不跳，我直接补搞。好，自杀了。他要这个时候把我负一马拆了，我刚刚的豪赌就血亏。他把闪置了，他刚刚是不是戒指痕呢？把闪置了。啊，戒指痕的话，我这个杀就可能能中了嘞。挂闪电，你觉得这是劣势？太巧了，我也觉得我是。我操！好，这样，咱们这样，刚刚好。这张牌算是我送他的顺水人情，这个时候交一张顺手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总是要过牌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我得三点是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火杀出了，出错了，我应该出火杀，对，出的很对，没出错，出的非常好，这张火杀就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